小奶狗应该能听懂我的话。这不，二姨把他们四个都骗出来了，今年可到齐了，小黄也在，小白也在，还有谁？哦，你叫小黄对吧？那他叫什么？小淘气。这不这四只都在吗？这黄色的跟这只白色的是胆子最小的，所以不经常出来。他胆子最大，他经常和这只头顶有块白的小狗一起出来玩，他俩呢就躲在窝里不出来。这咧着大嘴冲咱们笑的这只小奶狗，就是经常跟这只小奶狗一起跑出来。他是真淘气呀，你们两个为什么这么老实呢？他俩形影不离，经常是在窝里就不出来了。他是欺负了这个又欺负那个，小兔子一样。你不是平时最胆小吗？来追我，过来追我。他就听得懂，他可聪明了，他都成精了。他，你二姨把你们带出来不在，妈妈也不在，那你得去陪着他们呢。快回去陪着他俩，他俩胆小。那只小奶狗好像听懂了我的话。